即咱你若有经络里的人吼，拢会了解一下 A 型化、B 型化，因为 A 咱来以 A 型化来讲吼，其实咱在络里在开会时吼，拢是然后女士优先啦，吼，一直络里雌雄同花，吼，女士优先话意思就是讲吼，无花先开啦，吼，啊伊即卖你若讲像 A 型化的话吼，啊伊偏向伊 A 仔啊，啊伊 A 仔是开无花 ，A 仔开无花了吼，甲 A 头的时伊就收起来不爱开啊。啊，甲隔天早晨嘛无爱开，甲隔天下晡的时阵，啊，伊较会阁开工的啊。啊，这是 A 型花 ，A 型花伊的作用是安尼吼。啊，你啊 B 型花伊的开花期较短，啊 ，B 型花就下晡开无花嘛，啊，无花开了的时阵，甲暗的时阵伊就收起来，甲隔天早上的时阵伊会开工花，啊，所以伊的开花的期间较短，啊，伊开花的迄个室温嘛无同，你啊迄个工花温度爱较悬。啊，比如讲工花吼，你咧外口天爱好，大约好26度，哦，米星花吼，迄工花较会开嘛，啊，你无花无，米无花22度就会开啊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你有当乌阴天吼，有当有机会嘛是大呢吼，啊，所以讲伊咧授粉的时阵吼，通常落里咧授粉的时阵，有野枝花授粉，啊，哎，同株异花授粉，啊。啊，啊，佮你枝花授粉，你同一日花授粉的机会较少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啊，你同株异花授粉就是讲有呾乌阴天会热呢。啊，通常拢是异株授粉吼，无共丛授粉较济啦。啊，啊，伊咱着要种，咱着 A 型 A 诶 A 花 B 花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啊讲乌阴天有当时也热呢哦，吼。你同一个花序内底有共无花伫遐吼。啊，像这啊，像这着个天气。乌阴天会变安尼啊，像即个无花，你若去讲无花，即个无花啦吼，啊即干花，两个种花有啥物无共？啊，你若详细的话，伊即个图片就应该就拢看清楚啊吼。啊，你无，你即干花有三个花瓣伫遮啦吼，啊无花无伊就一个柱头伫遮尔。啊，你若详细来看，你又无共啊吼。啊，所以讲咱咧花落雨咧授粉的时阵吼，咱有当时啊，像我拄仔头前讲，咱咧嫁接啦吼，咱学了就是讲吼。你著照嘛，即个所在授粉无解好，吼、哦，咱著会想讲吼、哦，要搁去来接别种的，吼、哦，啊、哦，当然，所以讲吼，咱咧种的时吼 ，A 型花、B 型花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增加结果率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无 A 型花、B 型花上起嘛，吼、哦，你啊多种品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莫讲单一品种种种了遐，单一品种种了遐，当然，你买吼授粉的几率就较少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这个。天气无稳定吼，啊，伊天气无稳定嘛，伊嘛有可能自发授粉啊，同株异发授粉吼，啊，形成这個结果的现象啦吼，伊无一定讲着一定爱 A 型花、B 型花啦吼，啊是 A 是讲农政单位吼，伊研究了就是讲你安尼吼，有法度讲吼会增加结果率，啊你若无的话，你就是为了讲我着种一丛尔就会生，吼，啊为什么伊会生？啊，有当在乌阴天 A 型要开。刚无花时间叫热呢啦，啊、哦、啊，也是讲像我拄仔咱图片头顶看吼，这乌阴天内边内底有刚无的哦，开做花吼，啊开花温度甲条件像我拄仔讲的吼、哦，你啊A 型的吼，啊、哦、A 型的差不多22度 ，B 型的差不多26度啦吼，啊那气温啊，啊你暗时吼，啊暗时的时阵吼，嘛是大约12度，啊你啊讲吼。像人家开花期，你若拄到寒流来吼，伊会拢唔开，会怎停的啊？伊会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伊咧开花的花粉都黏的。你若讲只要透风过，伊就会授粉；，也是讲啊，小蜜蜂啊、雨蝉，迄种即种会授粉吼。啊，开花时温度吼，袂使伤低嘛，袂使欠水吼。你欠水有当时啊吼，伊会停的嘛，唔开啦。啊，即不，我拄仔讲啊，去年迄落雨灾害补助就是拄开始就是我想要欠水吼，欠水就唔开啊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伊咧落雨。落雨花吼，吼，伊咧开花时阵吼，做敏感，比如讲像欠水伤久啦，会漏叶了，吼，啊，即嘛拢，即拢唔开啦吼，啊，是讲伊个叶缘性叫打下者吼，即拢对伊拢有影响吼，啊，像即，伊只开花时阵吼，像即个有当时你寒流来，像安尼，你搁一礼拜来看嘛是够安尼，拢无震动，啊，所以讲伊有当会停咧，啊，伊每一个，你若讲即每一个阶段吼。哦，每一个阶段拢需要讲吼，需要拄好个天气。哦，你啊天气无拄好，像有个人讲伊要种伫山顶个话吼，伊会甲讲
甲我讲吼，诶、欸，伊也够有小学证啊，吼、哦，较早人拢会讲吼海拔，伊遐海拔偌高吼，即摆我拢未问讲遐海拔偌高，我问讲恁遐敢会落霜，吼、哦，恁若袂落霜的话，恁就只要情况，恁若会落霜，咱就莫甲种吼。啊，来，这嘛是讲靠小蜜蜂的授粉吼，啊，这无花啦吼，啊，这干花，啊，啊像这果苗，有当时咱这个果苗安尼吼，伊有当时咱咧开花吼。唔免大家拢调啦，吼、哦！你要大家拢调，无可能啦，吼、哦！伊千分之一调就足济啊，吼！啊，像伊这嘛是会阁老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有当时啊，其实你一个三个花序一粒都有够啦，吼、哦！哦啊，其实你像这吼、哦，像这种这吼、哦，这嘛是要，像这还算还好啦，吼、哦！你若套地生像安，吼、哦，四粒拢要包起来是阁还好啦，吼、哦！啊不过吼、哦，通常像这款拢会留好三粒。啊、哦，你留伤济吼，有阵仔嘛袂大粒啦吼，咱莫伤贪心吼。哦